jungle. Audio Jungle. 今天1月24日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达沃斯论坛召开首场媒体发布会，表示 LDQUO 大门对一切事物敞开 ，RDQUO 并期待本周与其他与会者的交流。姆努钦盛赞美国税该对市场带来的积极效果，预计在企业税方面，各国不会出现 LDQUO 主体竞争 Article 一直为吸引外来投资，各国政府争相降低经商门槛的现象，认为美债市场是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之一，并不特别担心中国对美债的购买情况，表示短期内并不担心美元走势，美元走弱有利于美国贸易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其他机位特朗普幕僚一出席发布会，姆努钦致力于实现三经济增速目标，追求双边贸易协定。姆努钦指出，今年美国参加达沃斯峰会的代表是历年来最多的。回顾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的成绩时，姆努钦表示，市场对税改的反应非常积极，将令数亿莫一计的美元回流美国，接近200家企业承诺因税改而进行本土投资。展望未来，姆努钦指出，美国仍将致力于实现三或更高的经济增速目标，这不仅仅对美国有利，更加因及全球经济，表示美国的大门 LDQUO 对一切事物敞开 Article。 不过姆努钦同时也表示，美国追求的是双边贸易协定，而不再把重点放在地区性安排，如 NAFTA 和国际贸易协定，如 W2。 姆努钦强调，美债市场是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之一，并不特别担心中国对美债的购买情况。在与中方的对话中，美债也并非双方关心的问题。姆努钦称不会就本周五1月26日特朗普演讲的内容置评，不过他表示，特朗普参与达沃斯论坛的目的是为与各国领导人接触，以确保对方理解特朗普未来一年的政策意图。